Flash 嗰個啊，都大廣告啊。係啊，而家就廣告。之前叫 Mango DB， 後屘俾芒果告啊。俾芒果嘈，俾芒果嘈一陣就。Testing, testing. The following session will be presented in Mandarin. 接下来的会用国语开始，接下来的议程会是国语。好，那我们有请春雾吧。对，春雾去讲一下使用 Postgres 遇到的一些有趣案例分享。好，有请。好，谢谢。比我想象中人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啊、好，大家好啊、我是阿聪啊、我是前Likeland 的前区块链工程师啊、最近刚离开了 Likeland 我们主要用的用 Postgres 的 project 其实只有一个，就是 Litecoin Chain， 就是 Litecoin 的区块链的 Transaction Index 啊。这东西的构作其实就很简单的啊、它其实就概念上其实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十秒二十秒这样就到 Litecoin Chain 这个区块链上面拿到新的、交易，然后把所有交易塞进 Postgres 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做些后续的处理、写一些 API for query 啊之类这样。那一开始做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 schema、首先每一个交易会有一个 unique 的 auto increment 的一个 ID， 然后就基本上把所有东西塞进一个 JSON 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叫做 event 的东西 for、给我们方便我们 query 用，不过、这个不在这个 talk 的范围里面，没了，就这样。那首先要问的就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 Postgres 的 type 叫做 JSON B， 那 JSON 大家都很熟悉，就基本的 web 上面的API 的format 嘛，但是 JSON B 是什么呢？ JSON B 基本上就是 Postgres 定义的一个 data structure， 就是它也是 JSON， 不过它用 binary 做储存，这些、基本上都是从 Postgres 的文档里面 copy 下来的、其实不用拍照，你 上去就搜一下就会找得到。对，就总结就是它是用 binary 来储存，所以能省空间，然后它还可以在在 JSON 的栏位里面做 index， 所以就是一个能 index 省空间的 JSON， 就是这样。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都用 Postgres 了，传统 Postgres 就写 SQL 嘛，为什么不是定义一些 column， 就transaction type 啊 transaction 不知道有什么 column， anyway 为什么不是传统的定义十多个 column， 而是直接用一个 JSON 全都塞进去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简单，因为它我们从区块链上面拿资料其实基本上也是 JSON， 那所以其实我们代码上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写，拿到什么东西闭上眼睛塞进 Postgres 这就完事了，就开发的非常快，也出 bug 的可能性也比较少。第二点就是它交易的资料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可能有不同种类的交易，不同版本，就可能这个版本的区块链的交易可能有五个不同的 column， 五个不同的 field， 然后更新了版本以后可能会加了新的交易类型，可能会有一些新的field， 例如什么最近更新好像多了一个 transaction tips 之类的东西。如果你用传统的SQL column 的话，你要做 alter table add column， 然后你还要做 migration， 然后这些 field 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想把它记下来，很多时候你不会做一些 query， 那直接塞进 JSON， 只是储存的话直接打包塞进 JSON 其实就有很方便，它管它升级到什么版本也不用管它，因为它 JSON 就自动会有那个 field， 然后我们塞进去就好。而它的功能也是够用的，因为 Postgres 支持很多在 JSON 上面奇奇怪怪的操作，因为我们可以拿到这个 transaction 的 TX 的 field 里面的 body 这个 field 里面的 messages 这个 array， 然后还可以把它展开成为一个text array， 或者是每 array 每一个元素变成一个 row， 这样去做后续的处理，然后当成是一般 table 啊，或者是一般 select 出来的东西去 join 啊之类，它功能足够强大。
而且它的效能也是够用的啊，当然比不上直接用 RAW 啊，因为这里有一个 RAW size 的问题，但是它也是够用的，因为它可以刚才说到它可以直接在栏位上面建 index， 例如我们很多基本上所有区块链都会用 transaction hash 作为这个 作为这个交易的的 ID。然后我们所以我们经常做一个操作，就是我有一个 transaction hash， 我想拿到那个 transaction， 这里的话我可以直接在这个 JSON objects 的 transaction hash 这个 field 里面建一个 index， 然后它还是一个 JSONB， 但我依然可以很快的用这个 index 去拿到这个 JSON， 所以它效能上也是够用的，所以就很简单的但够用，这就好。那写的这么简单，这些东西这么简单 ，schema 这么简单，代码也这么简单，应该不会出错了吧？就跑了一年多两年左右都没有出错，就至少这个部分没有出错。我们 QE 经常爆炸，但是没这个部分暂时都没有出错，当然只是暂时啊，因为之后就爆炸了。对，我们收到一个这样的 error， 然后整个区块index 停掉了。因为我们在 insert 的时候如果有 error 的话它就会直接停掉，这是 robustness， 就避免悄悄的跳过了某些交易这样。然后我们看到哦，这个 index 停掉了，看看 error log， 他说你塞进去的东西不是一个 JSON 呢，然后就怎么回事呢，就我区块链给我的我就直接塞给你啊，这不是 JSON。OK， 看一下 detail 说 Unicode low surrogate must follow as high surrogate。 好，看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完全不懂。 OK， 看一下 context， 好像是这个看来是广告吧，这样你看我们其实也没简化，我刚才那 schema 也没简化多少，就1,2,3,4,4 个东西塞进去，也没简化多少，就基本上只有 transaction 这个 JSON 会出问题，但是完全没有头绪会出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keyword，就是 surrogate， 什么玩意儿？不知道什么玩意儿。OK， 做一些 research， 开始做一些 research， 开始 debug。这个 surrogate pair 其实是 UTF-16 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些string 的 encoding 的相关的东西。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开始大家发明电脑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叫 ASCII 的东西去 encode 大部分的字寸。就是字母嘛，数字嘛，符号嘛，我要用七个 bit， 就128种可能性，基本够用了。但是后来我们有中文日文韩文被称为 CJK 的东西，就几万种、几千几万种不同的可能，就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当然这里历史简化了好多我知道有什么 BIG5 啊、GBK 啊之类的 encoding， 但是其中一个分支叫做 UTF-16， 就是。OK， 7个 bit 不够用，我们用16个 bit， 就2个 byte， 这样总够用了吧？就6万多个组合，就只是 CJK 的话基本上够用，但是之后我们又有其他语言啊 ，emoji 啊，还有很多其他我说不出来的很奇怪的东西，所以最后又是不够用，跟 IPv4 一样的故事，就大家觉得够用，然后最后不够用。OK， 但是 UTF-16 其实它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所以它有一个。额外的定义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surrogate pair， surrogate pair 就是如果你16个 bit 不够用的话，我们就用两组16 bit， 一共32 bit 来到进行这些奇怪的东西 encoding， 这个时候你就按照它的奇怪的定义去 pass， 这些额外的东西就总够用了，因为你有32个 bit 嘛，这样。那 JSON 里JSON 呢就继承了 JavaScript， 然后 JavaScript 和 Java 基本上没有关系，但是 Java 是用 UTF-16，JavaScript 也是用 UTF-16，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关系，是基本上没有关系，但是大概吧。但所以 JSON 里面的字符串是可以用 UTF-16 来做 encoding 的，所以例如我有一个字符串是我这个字，我可以直接用，如果我的 JSON document 本身就是 UTF-8 这样的话，我就直接写一个我字放进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只用 ASCII 的话，我可以用 UTF-16 的方法把这个6211，这个是16进制的6211塞进去，他们两个字符串最后 pass 出来都会是我这个string，
就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去 encode。 这就是JavaScript 里面的 UTF-16。 那如果表情符号的话，你就要用到刚才所说的 surrogate pair。 就你可以直接塞表情符号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底层的encoding 可能不支持表情符号，所以通常我们会用这个 surrogate pair， 就是你看到有两组的 UTF-16 把它放并在一起，然后 pass 出来还是就会是这个红灯的符号。那这里就有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 surrogate pair， 就有 D83D 和 DCCD 两个东西组成。那如果我们把它拆开，只放这个 D83D，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首先它肯定不是任何的字符，它只是半个字符。那它 pass 出来会是什么东西呢？它根本 pass 出来不，它 pass 不出来什么东西，它算不算是一个合法的字符串呢？你去看 JSON 的 specification 的话呢，最原始的那个版本根本没有说过这个问题，他就跟你说，哦，你可以把 UTF-16 按这种方法去 encode 进去，至于 UTF-16 之类的问题我们不管这样。比较新的 specification 会跟你说，我们发现有 surrogate pair 这个问题，没了，就你自己注意吧，这样。所以这里就导致了一些 implementation， 例如 Go 啊、Node.js、Python 这些，就说 OK， 这个可以 pass 出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我算它是一个 JSON，pass 出来什么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如果你用 Ruby 的话，你去 pass 这个玩意儿，他会跟你说这个 pass 不了，它直接 throw exception。然后不知道信任还是不信呢 ，Postgres 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呢，你把这个东西塞进 Postgres 的 JSONB 里面的话，它就会爆炸。所以我们找到那个有问题的交易内容，它是一个文章的 metadata。我们Litecoin Chain的区块链可以让用家把一些内容的metadata 放进我们区块链。然后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广告之类的东西吧，是一个帖子吧，是在一个 Matters 叫做 Matters 的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看到，哎，这里 exactly 就是刚才那个 D83D 那个东西就被塞了进去。所以 Postgres 就说这个不是一个合法的 JSON。 所以整个故事是这样的，首先有人在 Matters 上面写了个帖子，有一个表情符号，然后我不是很清楚是有 bot 还是 Matters 自己的功能，它会把这些帖子自动整合到 Litecoin Chain 上面。然后这个内容呢，就包括了刚这个帖子的一些内容的截录。这截录呢，就是简单粗暴的把前面50或者100个 characters 切进去作为 description， 就刚好切到那个表情符号中间。就对，就所以就放了半个 surrogate pair 上去。念是用勾写的，我们刚才说到勾觉得这个是一个合法的 JSON，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上去。然后 index 要趴下来， index 也是用勾写的，刷出来觉得也没问题， OK， 喂给 postgres， 然后就吐了。OK， 那这个就是问题，那解决方法是怎么样呢？很不幸的没有找到方法去让 Postgres 就跟他说不surrogate pair 不要当成是 error 了，不 error 了，直接打 warning 了之类，没有这个选项。所以呢就没办法，就只好自己去处理。这里写了一个类似 tokenizer 的东西，就是找到很麻烦的，因为你还有 escape 啊之类的可能性，你以为它是个 surrogate pair， 其实它只是一个代码里面有一个 surrogate pair， 这样它 escape 了，这样所以要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写了半个 JSON 的 tokenizer， 然后把这些 case 全部处理掉，这样。对，这个是 open source project， 有兴趣可以去看了，相信没有人会看。OK， 这个是 part one。然后我们这个区块链，刚才说到是有一个功能，就是把内容放上去链上面嘛。那内容放上的链上面，例如一些文章啊之类的东西，我们想对这些文章进行一些 index， 就可以搜索文章，这样不要只搜索到那个交易。我想例如可以按照我想给你一个作者的名称，我搜索跟这个作者的在链上面所有文章，这样。所以又加了一个功能，就是 extract article data， 这样。然后有一个新的 schema， 就专门用来储存文章。
就算是简化的版本吧。title 啊 ，description 啊这些啊、会储存作者的名称，还有一个叫做 text 的东西。text 其实就是关键字啊，例如我这个 talk 的文章的话，可能会有 Postgres 啊、Litecoin 啊、Costco 这样这些标签，然后你可以用这些标签来搜索。然后我们也建了 index， 因为就去不同的 query 用不同的 index 去快让它速度快一点。因为我们可以 search by author， 就用作者名称来搜索文章，所以有一个author 这个栏位的 index。然后 text 呢，我们想支持这个多重的标签搜索，例如搜索我这篇文章的话，你搜索 Postgres 的话，大部分都不是我的，是隔壁的。如果你搜索 Costcup 的话，也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就你可能要 Postgres 加 Costcup 加 Litecoin 才能搜索到我这篇相关的文章这样。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叫做 Gin Index 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高阶的支持一些特别的操作的一个 index。 它支持其中一个支持的操作就是这个 array inclusion， 所以当有人说我要搜索这三个 text 的时候，我们把这三个 text 组成一个 array， 然后搜索所有 text 完全包含这个 array 的 rows 的列，然后就可以找到所有相关的文章，这样就一切都很理想。但是后面呢，这次没有爆炸了，但是有些怪怪的事情发生。就有一天我们搜索一下我的文章这样，其实当时不是搜索我的文章，是搜索 text 的时候打错字，对，然后搜索某个 text， 然后当时想看这个 text 有没有存在，所以我们把 limit 改成一，因为这个也是我们 define 的 RESTful API 上面的一个可以调整的 page size， 所以我们用 page size 等于一去看看有没有这个文章存在，然后觉得跑起来不算很慢，但是不是很快。但是我们用正常的方法，就什么都不改的话，就他尝试去搜索100个文章，反而就非常快，就0.0几秒，就很奇怪，因为我搜索一个文章，就跟他说做少一点东西嘛，然后他跑了1.8秒。跟他说好吧，你收多收一点吧，就0.03秒，就很奇怪这个 behavior。这个是 test data， 对 production 上面慢很多，乘10左右吧。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基本的 debug。基本工具就是 explain analyze。explain 就是可以拿到某一个 query 的。每一个 SQL query 的 query plan， 就是这个资料库 Postgres 它打算怎么去跑这个 SQL。 如果加上 analyze 的话，就实际上会真的去跑这个SQL， 然后把相关实际上运行的时候的数据也给你跟你说。例如他觉得这个 query 呢可能跑，例如会有500个 row， 那他实际跑完以后只有一个 row， 这样这些会报给你。就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看到有些 Postgres talk 就很神奇的，整个 debug 过程都没有用过 explain analyze， 就很神奇，整个都是一直在放墙，就是我觉得这个 query 可能是这里慢了，改一下，然后跑一下，然后没有变快，又改一下，这样就发现有人真的不知道这个，真的很基本，但是很重要的工具啊。首先是这个limit 100的版本，我们去跑这个 query 的时候，就是跑拿 article 里面所有有冲入这个 tag 的 article ID limit 100。 这个 query plan 呢就告诉你它用了一个叫做 bitmap index scan 的东西，就是说它用到了我们这个article tags 的 index 去标记哪一些区块，哪一些 row 我们可能要去找的，就用到了这个 index 去这个 gin index 去跑，然后再做一个在标记了这些 block 上面做一个 scan 去实际上去跑，所以就很快，就你看到 planning time 就是他想要怎么跑的时间是17毫秒，实际跑的时间超级快，0.0几毫秒，超级快。当然这个是因为它东西都在memory 里面，但实际 production 也是跑得很快的。然后如果我们把 limit 设成1的话，这 query plan 就完全不同了，
它做一个叫做就 sequential scan 的东西，简单的说它就是整个 table 跑一次，整个 table 跑一次，然后发现一个 row 都没有，这样就跑了1800多毫秒。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 explain analyze 给你的一些估算和一些实际的数字啊，你看到它这里 filter 了500万个 row， 代表它 filter 了500万个 row， 就一共有500万个 row。然后他预估，他一开始还没跑的时候，他觉得会有10000多个 row， 实际上可以有，他觉得有10000多个 row 会是 match 这个 filter 的，实际上一个都没有。我算一下，500万除以10000左右，所以他是觉得大概500个 row 就会有一个是 match 的。所以当你把 limit 设成一的时候，其实 Postgres 的想法就是，进 index， 这玩意很强。但是太高阶了，就里面有一个 B 区啊，我还要回表啊之类，很慢。反正我只要拿500个 row， 我就能拿到一个嘛。那500个 row 可能就是一个 disk read 的，就能拿到500个 row， 里面应该就有一个 result 啦。那我直接 full table scan 就好了。然后他就这样跑了，然后跑完拿了一个 block 去看一下，一个 mesh 都没有。OK， 拿下一个，再看一下，一个 mesh 都没有，一直跑下去。扫完了整个表500万个 row， 一个结果都没有，所以就完整的扫了整个表一次。当你打把 limit 设成100的时候，他就觉得100个结果，要拿5万个 row， 5万个 row， 很慢，还是跑乖乖跑回去查进 index， 然后进 index 就很快，很快告诉他，哎，一个 row 都没有，你不用跑了，这样。那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那怎么 fix 呢？就上网搜了一下以后，发现我们可以在这个 query 里面把整个 sequential scan 的功能关掉，就跟他说这个 query 完全不要做 sequential scan。这里我们 set enable sequential scan to off， 就告诉他不要 sequential scan， 然后再跑这个 query limit 一，这次他就乖乖的去做一个 index scan， 然后 bitmap scan 这样。就很快，0.1毫秒左右。但是我们没有采用这个方案，就因为觉得怪怪的，就强行关掉某个功能。而且这个只是我们简化了的 query， 实际上我们的 query 10来20行这样吧，因为有很多其他的 filter 的可能的 filter 的条件这样。我们其实不确定到底 sequential scan 在某些情况下会不会更快？你这里整个都关掉了 sequential scan， 可能在某一些其他 query、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它会变得更慢。这些是无法避免的。就 Postgres 的哲学也是这样，你不要想我肯定比 Postgres 聪明啦，并没有这样。有时候它很笨，有时候它很笨，但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你比它笨这样。所以我们呢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 hack， 就是永远把 limit 设成100，然后对，这个其实这里说一下，就大概500万个 row 的时候有这个 behavior， 就是它会尝试 full table scan， 然后到了大概1000万个 row 的时候，它就这个 behavior 又消失了，就它就总是用 index 去拿这样，所以对我们也没有 hack 去不要用 sequential scan 了之类，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暂时消失了，就还好。OK， 然后我们区块链继续更新，就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打响其实实际上是一些 NFT 相关的内容，但是方便大家理解，就是你可以打响一个文章，就是可以给这个文章打响一下5块钱啊之类的。所以我们又有新的东西要 index。这个schema 的定义呢，就非常简化版，就是我有这个也有每一个 tip 有一个 tip 的时间呢 ，tip 的 ID 呢 ，tip 了哪一个文章，还有 tip 了多少钱这样。然后这里也加了一个 index， 就是把这三个东西都塞进去。这个顺序很重要，等一下会提到。这里我们想做一个功能，就是我做一个作者，我可以点进一个 dashboard。看到自己的所有文章，然后看到这些文章有什么打响，但是一个文章可能啦，我是说可能有很多人打响我嘛，10万个这样的之类的，
就太老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想知道，我们想看到钱不断的进来嘛，最新的打赏一直在变这样嘛，所以我只想看到最新的五个打赏，就你每次都跑十万个打赏这样，我根本看不完的，而且也很慢呀，一个很 make sense 的功能是不是？好了，开始写这个 SQL， 就首先简化版吧，就我有一篇文章，我想拿它最近的五个打赏。这里我们简单的就用 ID 作为，就 ID 越，因为 ID 是 auto increment 的，所以 ID 越大就代表越后发生这样。我们用 ID 来进行这个排序，就 order by tip 的 ID in descending order， 然后拿头五个，就是 ID 最大的五个打响，然后这里 where article ID 是某个 ID 这样，某篇 article 这样，就效果很不错。因为我们 define index 呢，在这里做一个 index only scan backwards， 就是说它根本不需要去看你的表，直接就在 index 里面拿到所有需要的 field。我们可以回去看这个 index 的定义，就是你要 filter by article ID 嘛，它这里有，然后你要用 ID 排序嘛，它这里有，而且它这个 index 就是根据 ID 排序的，然后你要拿 value 嘛，这里刚好也有，所以 index 里面其实所有东西都已经排好在这里了。所以就全部拿到了，所以就只需要在 index only 的 scan， 不需要拿到 index 以后再用它的 ID 去 main table 里面拿这样，所以就非常快，0.1几个毫秒就做完了这样。好了，刚才那个是简化版嘛，就指定一篇文章嘛，现在我们想拿到某个作者的所有文章，然后这些文章全部拿最近的五个打赏，就应该不是很难吧，是不是？就这个也这么简单。嗯，好，开始就 version 1，就开始写。我们知道怎么拿某个作者的某一篇文章的打响吗？我们把它塞进一个 subquery 里面，我们不 hard code 了，我们就在外面subquery 外面拿所有的这个作者的所有的文章，然后在 subquery 里面尝试拿这一篇文章的最近的五个打响，这样就尝试这样写，把刚才那个东西塞进去，然后加一点东西看看行不行，结果根本跑不动，跟你说跑都不会跑，他说这个 SQL 跑不掉，跑不动了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有一个 subquery 的话，这个 subquery 其实是会先跑的，就是你这里有一个括号，读这个坨东西会先跑，跑完以后它会储存在一个 temporary table， 我们叫做把它叫做 T， 内部的一个 暂存在内部，然后外面就把它当成是一般的 table 去 select 去 join 这样，所以在里面那个 subquery 跑的时候，外面的 query 其实还没有跑，所以你就不能在里面引用外面的东西，因为我先跑了，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个 A 是怎么跟何来 A 到 ID 呢，所以就跑不动。那然后就经过一轮 Google 以后呢，就看看怎么解决啊之类，就提到一个叫做 Window Function 的东西。这 Window Function 呢，就是说 OK， 我先拿到所有的 article 和所有的文章和他所有的 tips，然后根据这些当然我要 filter by author ID 这样嘛，然后我根据这些我根据 article ID 来给这些文章来给这些打响进行分类，所以就article ID 1的会是一堆， article ID 2的是一堆， article ID 3的是一堆这样，然后每堆里面呢，我就用tip 的 ID， 就是打响的 ID 去排序，排序完以后呢，我给它安上一个 roll number， 所以 roll number 1的话就是它是最这些同样的 article ID 里面最迟发生的那个打响， roll number 等于2的话就是第二迟的之类，然后我有这个 roll number 叫做 R 之后，我就可以做 filter， 就是我只要最近5个这个 article ID 最近5个嘛，我就 filter by R 小于或等于5这样，还是跑不动，他说 out 没有 out 这个东西，尝试把这里替换成 roll number 也是没有用的，有还是跑不动。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看这个执行的过程。首先我们从 article 里面
和 article tips 里面拿到所有候选的列，候选的 row， 然后这些 row 呢，全部用 where 过滤掉，过滤掉以后就得到只有这个作者相关的 article 和 tips。过滤完以后，我们再根据 article 去分区，分区就是刚才说的 article 1一堆， article 2一堆，这样各个分区自己各自排列，各自排列完以后，这个分区里面的 row number 才有定义，就是你没有排序，你根本没有定义哪一个叫第一列，这样嘛。那所以 out 是在第五步这个 row number 里面定义的，它是依赖于第二步这个 where 有什么 row，它才能定义这个东西。所以你不能在这个，你不能在 where 这第二步的时候就想用第五步才产出的东西去做 filter， 所以这个还是不行。不过没关系，就这个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再包一层 subquery， 再包一层 subquery。 这个 SQL 看起来已经开始有点长了，开始有点长，没关系， 还可以的。就 OK， 我们先不做 filter，先只 filter author 1的所有 article 和 tips， 这样 OK， 这样我们拿到全部的东西定义好了，我们在外面再做一次 filter， 就是把所有 out 这个 row number 最后小于等于5的我们再拿出来，就终于能跑了。这个就写到第三个版本终于能跑，但是我们看看这个 query planner， 这哇，这个我就好像就有看到最后这个，因为这个简报有整理过，所以它可能字体有些不同，但还好我们还能在一个屏幕里面看到最后那一行。就首先大家看到这个，这玩意很长，里面还有一个 parallel sequential scan， parallel sequential scan 跟刚才那个 sequential scan 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觉得 sequential scan 好慢，所以他多开几个 worker 之类去做 sequential scan， 就跑了3000多万个 row 吧，也不是很多。然后就做一些很多join 啊、merge 啊这些之类的东西。我们看到他有用到 index 的，但是只用到其中一个 index， 只有用到一部分的 index。它author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 version 2里面定义的那个 filter article by author 那部分的 index 我们有用到，但是我们新定义的那个 filter tips by filter tips order tips 的那个 index 这里是没有用到的，而且它执行了4秒多，差不多5秒，有点慢啊，好像也还能接受吧，不知道呢。就载入这一版需要5秒钟，这样还行吧，这样。那我们分析它的运行执行的过程呢，它就是首先拿到一号作者的所有 article， 根据这些 article 拿到所有 tip， 然后根据这些 article 的 ID 去分类分区，每个分区根据 tip 的 ID 去排序。这里全部做完以后，塞进一个暂存的 table， 然后在这个暂存的 table 再跑一些外面那个 subquery， 就是把 out 小于等于5，根据 out 小于等于5去过滤一遍。就一篇文章可能有很多的 tips 嘛，可能有10000个 tips， 就很幸运的一个作者这样，但我们只需要 out 小于等于5的 case， 这里就真的 99.95% 的工作都被浪费了，因为我们拿了10000个 row， 然后我们把9995个以上都扔掉，只留下5个。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两个 subquery 是分开的，外面和里面分开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两个 index 都用，就没有用到这个 full power of the index， 就只用到其中一个。但是我们再想想啊，如果我们刚才做了一个文章的所有 tips 的最后5个 tips， 这部分我们做了吗？我们做另一个部分就是拿这个 author 的所有 article。这里其实是能用 index 的，它也有用 index， 而且这里是很快的，不到3个毫秒，就大概拿了差不多500个 article 这样吧。然后我们就开始算，如果我们拿到一个 article ID 的话，拿它最近5个 tips， 超级快，1毫秒内做完。
拿到一个作者的所有 article， 三毫秒内做完，就大概有500个 row。假设这些 data 都分布得很均匀的话，如果我们先跑这一步，就假设你在 application level 去做这些东西，就我用花三个毫秒拿到500个 row， 每一个 row 我做一次上面这个 query， 就需要500毫秒以内，就503毫秒。但是 Postgres 因为那个 window function 和那个 subquery 把它分开了，跑了好多东西，跑了4750毫秒，这个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它明明可以快很多的。我们回顾一下 version 1其实是很简单的，就一个 subquery 去跑这些东西，但是因为 subquery 和 query 外面那个 query 是独立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根本跑不动。但是某一天就算是天启吧，不知道，就无聊去看 Postgres 的文档，发现一个功能叫做 lateral subqueries， 噔噔。然后加就两个东西，你看一下，是没有，就除了这个 lateral 以外，没有任何区别。但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突然能跑。对，这 lateral subquery 正正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外面的东西 subquery， 外面的 query 和里面的 subquery 是相关的，里面那个 subquery 可以 depends on 依赖于外面那个 query 的东西去跑。通俗的说就是类似于两个 for loop 这样，它外面跑一个 for loop 去 loop articles， 然后里面每一个 article loop 一次里面这个 query， 就突然会跑。而且这个 query planner 就简单很多，就还是有点长，但是简单很多了，至少这里有点空间，嗯，就而且它跑得超级快，4毫秒左右就跑完。它跑得这么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就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它应该这样跑的那个跑法。它用一个，它对每一个它拿到每一个 article。用 index 拿到每一个 article， 对于每一个 article， 它用 backward index only backward scan 去拿到相关的tips， 就完全使用了两个 index 的 full power of the indexes， 对，对比一下这个版本，这里是一些个人的想法了，我不知道大家想的是怎么样。我个人至少觉得，首先它超级快，这个不用，哎呀，这里没写好 ，anyway， 所以它跑得超级快，这个毋庸置疑，这个肯定是 lateral subquery 的版本比较好，它不用写那个奇奇怪怪的 window function， 它是很自然的，就首先你根本不用知道 window function 这个神奇的功能，而且它也很自然，就是我知道怎么拿到特定文章的五个打响，这个 SQL 我会写。找到所有文章的 SQL， 找到所有特定作者的文章的 SQL， 我也会写，然后用 lateral subquery 合体蹦噔，然后我就会写整个 subquery 这个 query， 至少就是看的那个人也没那么辛苦，就看着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是我写的，但是至少就写的那个人也至少不也觉得会比较自然，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大的优势。当然，如果效能最重要了 ，anyway。所以这个就是 lateral subquery 的好处，但是它也是要注意事项的，因为在做测试的时候就碰过很多弊。一般的 subquery 呢，它就刚才说了，它就是外面和里面独立的，所以等于两个 for loop 毫不相关的两个 for loop，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没有加 index 啊，或者写的不好啊，这样 worst case 也是做两次 full table scan， 就 on 两次 on 也是 on 嘛，就两次 full table scan， 很慢，但是至少它会停下来，对，它总有一天会跑完的。但是如果你 lateral subquery 外面做一次 full table scan， 每一个 row 也做一次 full table scan 的话，那这辈子都不会跑完的，因为如果外面有100万个 row， 里面也有每个 row 要跑100万次，100万乘100万是多少？是不会算，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了，就对，永远都不会跑完，就测试的时候强行关掉过 Postgres 测试用的 Postgres 很多次，因为它这个 query 根本跑不完，一直在吃这个 CPU， 所以要加 index， 对，
这个不是我发明，这一句不是我发明的，这是有一个网站真的叫做 Use the Index Look 这样，真的，挺出名的一个网站，对，它里面就教这些 database optimization 的东西，很有用的，建议大家也看看。OK， 超时了不少，就在车后面也没有人，应该 OK 吧？嗯，好，谢谢大家。喂喂喂，看来我们的 host 不见了，那只有我来当 host 好了。好，然后感谢中富带给我们的 Postgres 的案例的分享。对，然后想问一下大家有相关的问题要问他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议程轨就大概到这里了。对，十分感谢。然后如果在演讲之后想找他讨论的话，也是可以的哦。对，好，谢谢。